采访的时间是晚上九点多，盛峰老师正卖力地教星光三班十强的同学们练习跳舞。这十位年轻人唱歌还可以，但是跳起舞来就觉得怪怪的，不是律动不够，就是肢体硬邦邦，跳舞几乎是他们的死穴。但是为了站上星光舞台，呈现给大家最好的一面，他们咬紧牙根硬撑下去。星光小甜心林宇轩算是舞蹈后段班的同学。宇轩啊，这个跳舞对你来说是不是很大的挑战？对啊，因为我体力很差，然后就是跳得很开心，可是就自己还蛮不舒服，因为上气不接下气的。黄金伦是公认三班里跳舞最可爱的一位，虽然他从来没有跳过舞，但是好学的精神令人钦佩。金伦啊，现在跳起来怎么样啊？还是跟以前一样差，不过有一点点进步了，比较那个敏感度比增加了一点点，所以以前真的是很惨。对，会不会很辛苦？还是很辛苦，大脑要动很快，因为这个动作需要左手右脚，我这方面非常不协调。你又要担心演得好不好，像不像那样？我不要，我只要情绪，你只要让我感觉到真实的东西就好，而且是强烈的、完全饱满的情绪。你害怕，你恐惧。星光大道学院式的训练还包括了表演课程，目的是要让他们学习如何释放自己的情绪，抓住观众的焦点。林希怡这段密闭空间的垂死挣扎就被老师夸赞，感情具有穿透力，让观众看了会起鸡皮疙瘩。当他的情绪对的时候，他的举手投足都是对的，我们就只会，观众就只会跟着他走，就觉得啊好可怕啊，好可怜哦啊，有没有人要来救他啊，哭了耶，鸡皮疙瘩，你知道吗？观众情绪会跟着他走，那是因为他自己投入。唱歌一样，你要带领观众进入你的世界，不是你要想好怎么样唱，你越想你越分散，而是你什么都不要想，你只要专注在你的情绪里面，观众自然会被你吸引。除了跳舞和表演课程之外，密集式的训练还包括了体能。时常被要求要到健身中心去做运动，加强自己的肺活量，唱出来的歌声才有力量。真的很喘，对，很累，跑好久了，流汗流很多，是可以增加肺活量，对，就是要加油。王彦博，别看他瘦弱哦，运动起来可是拼命三郎。哦，我先喘一下气。还好有习惯跑步，然后练身体这样，但是真的很累。转，回来要慢，回来钢片不要碰到，转，哎，非常好。解放军希望加强腹部的力量，让肚子的发音更为轻松。你们的火花之船儿彩虹里，要彩虹里，它的美。大家在一旁卖命运动，这两位小妮子倒是苦中作乐，唱起了《彩虹铃》。黄金伦有氧的动作让老师哭笑不得，真是一宝。潘思静挺认真的，靠踩脚踏车来练唱。No time for losing, 'cause we are the champions of the world. We are the champions. 星光三班其实蛮喜欢到健身房去做运动的这堂课，因为借着放风的机会，一方面舒压，一方面又可以增加体能。然而，这种学院化的训练，为的就是让星光的孩子们能够在唱歌上能有所精进。每个礼拜二的下午，阿达老师都会固定来教他们唱歌。星光三班这天要唱给老师听的就是本周主题自我突破的歌曲。
那个 black or white 对不对？所以你不要唱 white 哦。white 对 white 不要 white， 不要变 A B C 对。唱虽然是快歌，但他没有唱那么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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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唱的是这种感觉。是你的热浪，你眼里的光芒，不复再转动，我帮你成长，展现你的。你看看我把你 pitch 不准的地方画出来，你看看有多少？多差一点，都没到，这么多。最无辜的第三者，就算他消失，此刻告诉。虽然我愤怒，第一次这边啊，这边唱 KK 的有一点太，包进去了。OK， 对，后面就好一点。在劳动前线，记忆中那花了的情。有人讲突破了吗？低音的音，零。低音啊。还有那个。你干嘛去突？太多乐器。你干嘛去突破音域这个东西呢？音域不是马上就可以突破的。为什么每次唱高音都要勾脚吗？拉脖子？反射动作。不行啊，拉脖子唱不上去啊。We keep on fighting to the end， 对不对？你问 We keep on fight， 一拉就。这边已经紧了。You start to crumble, you know how to keep me smiling. You're gonna save me from myself. 蛮突破的，很突破。因为我很怕很空的超空，但你唱还蛮好的。你如果要挑缺点，就是跟他太像了。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这群星光帮的孩子们太可爱了，为了每一场的比赛，为了自己坚持的梦想，为了激发自己的潜能和亲友粉丝们的期盼，战战兢兢地上每一堂的训练课程。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背后的汗水所承受的压力，一般人是无法想象的。广告回来，我们要带您走进星光孩子们的内心世界，让您了解私下的他们。林心怡到今年八月份满22岁，在星光二班因为 PK 掉了黄美珍，一战成名。总是皱着眉头唱悲情歌的林心怡，私底下的她挺开朗好动的，个性有点像男孩子，比较中性。我在舞台上会很矜的一个人，可是我私底下就是蛮好动的。我的个性就是比较中性，对，所以我的好朋友男生女生都有，就是我的个性比较男孩子这样子。今年春节，林心怡还以新人的姿态应邀在厦门春节节目欢喜大围炉当中演唱。